千金，这些要被报仇一顿呢。闪光少女，这只有一只哎、欸。可是每次这个出来都很多人抽啊，而且每个人都一定要入袋本月的那个注意一下哦，只有一只哦，真的是很稀有。这期我也是私底下玩啦，因为其实台面上能演示的东西也很少。都是私底下这边培育，因为培育就花很多时间了。要培育给你们看吗？也是可以啊。培育给你们看好了，不然以为你不知道在玩啥。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培育，不然也搞不清楚你到底在干嘛。每天只会在那边。每天只在那边 PK， 啊也不想想怎么练等。等一下可以换衣服哎、欸。如果没有粉丝要求的话，可以先赶快弄一弄，然后之后他就要求你的粉丝。粉丝增加的方法就是你要去比赛。OK。